针对入门级又喜爱细小机箱体积的用家， Antec 推出 VSK 3000机箱，采用 mini tower 设计，占用的空间较少，适合香港细小的居住环境使用，沉实稳健的简洁设计，配合入门级价格，非常适合预算有限的用家选择。Antec VSK 3000机箱以沉实全黑色打造，采用 SGCC 镀锌板材料，令外观简约而且耐用。IO 面板设在右下方，提供开关键、两个 USB 3.0 界面和 Audio In-Out 界面。内部采用全黑化设计，而机箱的尺寸仅为 365mm×173mm×393mm， 可支援 MATX 或者 ITX 规格主机板，以及支援安装 318mm 长的绘图卡，能够保留足够的内部空间，保持机箱的空气流通。冲上置式电源器设计，支援四个扩充槽，亦都支援两个 5.25 寸光碟机安装空间，以及提供两个 3.5 寸硬碟、一个 2.5 寸硬碟和一个 floppy 磁碟机。下方保留空间，令前置风扇直接吹向主机板，保持机箱内部的空气流通。前方可以支援安装 92mm 散热风扇，亦都可以配合机箱附送的 192mm 后置风扇，营造出对流的效果，进而加强机箱内部散热能力。